在槟城睡佛对面，这里是缅甸佛寺，一部缅甸，一部泰国的感觉。槟城这里汇集了很多国家的文化。缅甸佛寺会在之后再上，大家好好期待一下。自驾游多方便呢。这龙神那家那个是用玻璃瓷砖制作的，然后门前站立了两尊泰国非常有名的镇守庙门的鬼王夜叉。庙宇建设于19世纪，1845年，是一间超过百年的老寺庙。这庙建筑设计完全模泰国佛殿的建筑风格。这佛寺的第一位主持是来自泰国高僧，佛号为 Forthankut。 这睡佛全长33公尺，是世界排行第三大的睡佛。这金身被信徒贴满了金箔，
在水火的下面，就是放这些祖先。这位就是当时本庙的第一位主持。我谈好。这里是师傅的住所。在庙旁边有一间观音厅，观音厅外面有尊四面佛。这尊四面佛也是玻璃瓷砖制作的。在观音厅外面的龙也是玻璃瓷砖制作的。这庙宇的神尊多数都是玻璃瓷砖制作的。如果在有太阳之下时候过来，这些神尊会闪闪发光。